咁啊，所以就有待调查咯。呢一样嘢就自动驾驶车，我唔知个原理系点啊，即系佢可以点解会知道？佢点解会知道即系几时要停啊？如果突然间有架车撞埋嚟啊，咁佢会唔会识得刹车啊，或者点咧？咁又真系唔知啊！一冇 cam 点做图像分析啊？自动驾驶肯定要有摄影镜头噶、啊，咁样咁我唔知啊。我佢冇讲到有关 cam 嗰啲嘢咯。因为话用 sensor 嘅，唔使用 cam 嘅，即系用 cam 可能唔准确，用 sensor 即系，开始接近，即系好似超声波射落去，就发现诶几米内有啲障碍物，会见到啲咩啊？啊！有人话新闻讲咗话嗰个人乱过马路，但我睇报纸系冇讲，未确认噶，初步佢就系初步认为 Uber 冇错啊，佢系咁讲。同埋佢话冇停，即系正常系咪应该一发生意外撞到嘢，系咪应该会停低呢？佢就话好似冇停到啊。一系咧就系、是、全车装满 sensor 嘅，就侦测到20米内所有物件。有人话，跟住就话 cam 咧就系、是、会侦测光源嘅，系 sensor 一部分咁样咯。啊，咁唔知啊，呢啲我又唔系，我又唔系整嗰部车嘅，啊，咁诶要再睇下。咁另一单咧就咁啱，香港都有单交通新闻嘅，即系都系一个不幸嘅消息嚟嘅，就系咧有架车呢个就真系有镜有人拍低咗嘅吓，咁系咩事啊？有架车咧就揸揸下咧就突然间铲咗落行人路度，咁啊结果咧就撞到一个妈妈同埋有个女咁样嘅。咁一撞咗落去咧，就好大镬噶，系成个怼咗埋去。咁咧就会见后来个妈妈点咧，就系、是、唔知道有一只脚咧就膝头哥下面咧就要即当场就要截肢噶啦，即系就系已经系碎晒，即系烂晒，就证明咧就可能攞即系会影响救援啊，就索性锯咗佢，同埋系俾架车砸住。咁另一个方面咧就系、是、点咧？另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另一只脚系点咧？就系、是、劲碎晒嘅，好多骨咧都已经断咗。咁最严重咧就系嗰个脚掌啊，脚掌嘅大半 part 咧都要因为粉碎得太劲，咁啊都要当场截肢，好似就系咁样。咁咧就结果啊送去医院，而家咧都好似话未完全脱离危险期嘅。咁咧就佢就话咧，佢咧就一俾人撞到车咧，呢、這个妈妈咧就好坚强嘅，就冇流过眼泪，第一时间啊问下个女有冇事。之后咧就叫个司即系肇事个司机咧就话喂唔该，帮我打俾我老公啊，点点点咁样啦。咁啊今日一醒翻咧，又系第一时间就问啊个女点啊，我想睇下个女。之后就话就问医生我系咪可以用义肢啊？即系佢意思就系好惊要坐轮椅啊，即系行即系起码坐有义肢都仲可以行动方便少少，咁啊可能轮椅啊再唔方便啲啊。咁佢又问我可唔可以装义肢咁样啦、啊。跟住就而家就仲查紧嘅，即系单案究竟话点样判啊？即系究竟嗰个司机究竟系发生咩事咧？点解会突然间铲咗上行人路？因为佢系铲咗上行人路咧，就系、是、个速度冇增冇减，就咁直接铲咗上去咁样嘅，啊，咁啊就系咁样咯，发生咗呢啲咁嘅悲剧咯，咁啊所以大家过马路啊或者要小心啦、啊，即系而家马路上唔系话咁安全嘅啫，咁啊大家就要自己留意一下啦，啊，好、啊，哇小心啊！嗰、那个车主我唔知系发生过咩事咯、啊，报纸就报怀疑一路揸车嘅时候咧，佢就一路玩手机，咁啊所以咧就冇留意到啦咁样咯。可惜啊，冇办法过到啊。咁啊呢啲就一定唔好噶啦，即系如果系即系属实嘅话，即系一路揸车又玩手机啊。即系搞到而家咁样咯，即系酿成呢单悲剧，造成咗永久，即系
改变唔到嗰啲伤痛咁啊，唔系几好啦，系嘛？即系呢啲系啊，揸车就要好专心啊，千祈唔好玩手机啊，唔好喺度，唔好啊打 WhatsApp 啊嗰啲啦，吓呢一样，即系姑勿论呢单事件系咪真系因为佢用手机，但系呢个系真嘅。即系行车驾驶嘅时候就千祈唔好喺度，即系你可以用嗰个手机导航，但系就唔好喺度玩啊、打电话啊嗰啲咁样咯，啊！又系咩？啊！所以而家过马路有啲人话唔够胆企第一排，好危险啊！近年好似比较多啲呢啲咯，铲上去行人路嗰啲新闻系比较多咗少少，系的而且确系似乎系多咗。好，系啦，睇下有冇机会快攻啊 ！X 廿四一夜大推俾咗上去先，呢下箍住波迪基亚，好撞一撞上去。X 廿四想再俾中间，可惜啊，俾人即刻冲出嚟攞个波。依下我谂我哋打呢队波，佢劲快，你睇啲人系，所以系。一定唔可以，即系我哋都唔好猜得太多，有机会就系要射，你一推就大推狂过啦。好嚟啦，有我喺度。好，你又似两个 mark， 我照样护到波啦，思琪，俾咗上去射噶啦，腰靓啊，系啊，照射噶呢啲位。有人问系啊，暴击英雄嘅系啊，暴击英雄咧就仲有大结局未玩，系会玩埋佢嘅。点解会想玩埋佢呢？就系因为点解到而家未玩咧？应该咁讲，系因为咧就本身我系因为举办咗两个比赛啦，咁咧就因为都好多参赛者，加上我啱啱即系放完假翻嚟，放假期间就都已经点收咗，但系就要真系要仔细，因为我系要公平公正嘅。咁啊，要花少少时间去做呢啲统计啊，或者点样嘅，咁啊就谂住做好晒呢啲啊，拣到好日子，啊公布得奖者啊，同埋顺便啊包埋机佢，咁啊所以就要花少少时间嘅，嗰个电视机啊仲喺度，仲未送出啊，你又要记得留意啊呢一样嘢啊，好。未玩你就快啲玩啊！啊，暴击英雄，快啲 download 嚟玩啦！哦、啊，咁啊，放心啦，即系呢啲咩礼物啊，呢啲啊，肯定系会做到足嘅，不嬲我呢啲啊，搞跟得好紧嘅啊！你过年有冇叫啲亲朋戚友啊、细路啊，有冇叫佢玩暴击英雄啊，叫佢 download 啊？啊！啊！帮佢抢过去部手机嚟揿下装啊！去 App Store 啊 ，Google 嗰、啊、个 Google Play 嗰度 download 啊！有人话有啲人又话有啊，叻仔啊，好啊，做得好啊，吓、啊，因为有佢都你做咁样系对你都有好处啊，佢又唔会搞你啲玩具啊或者点。好 ，X 廿四，俾咗上去。靓啊！呢下转边靓到抽筋啊！睇下点啊，迪基啊，俾到埋你，可惜啊！呢下对面啲人嘅身位都几劲，又系咩叫晒啲亲戚货金啊！多谢先咯、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好、啊，有咩有叫，但系朋友咩笑你，笑你咩？笑你咁醒目啊！哇，你咁识货。哇！照你咁识货定咩啊？吓？有咩黑套说话都信？咩都系黑套说话啦。喺我，只要凡系好嘅嘢形容咯，我就系黑套说话。吓、啊？翻学咪同啲同学仔玩咯，继续可以啊！而家仲好啦，你又可以同同学仔讨论，系嘛？睇呢头过后点啊？哇，靓啊！呢下咁样嚼落去，可惜啊，冇办法啦，争少少啊！
系有啲机会啊，始终我哋冇办法把握到啊。再嚟窝你啊！哇，次次佢都近处守到吓。咁啊，之后咧仲有单新闻讲啲咩咧？就系讲系啦。你有睇过今日咧有单新闻咧，就讲话咩WhatsApp 嗰、那个 WhatsApp 嗰个创办人啊，即系佢自从被 Facebook 收购咗嗰个 WhatsApp 之后咧，就佢今日咧就唔知道自己嗰个 Twitter， 佢咧就唔知道发表个新闻就话咩佢会删咗，佢类似鼓励大家删 Facebook， 就话啊点解咧？类似就系一个讲话个人私隐啊嗰啲问题嘅。好嚟啦，睇下啲球点啊！好，按咗上去 X 4，哇想箍住个波。咁咧，跟住佢就话鼓励人哋删你啲 Facebook， 点解咧？咁都系报纸传闻嚟嘅，即系大家唔知道点解佢真系要咁样做。佢就话第一就系、是，佢话当时俾人买完 WhatsApp 之后咧，佢就话咩 WhatsApp 咧就系、是、想咩唔卖广告嗰啲咁样，同埋咧要保障私隐嘅。但系咧就佢又觉得冇做到啊。佢话 Facebook 就而家好似话 WhatsApp 都会有一个，即系会收啲广告计划啊，或者点咁咧，就类似佢话佢不满啦。咁啊，佢而家咧佢嘅投资呢个 WhatsApp 嘅创办人咧，而家自己咧就抌咗5000万投资咗一个新嘅通话软件啊，叫咩？唔知咩 X 嘅，好似系唔知 X Call 定乜鬼嘢，有啲咁嘅类似咁嘅通话软件啦。佢有一个通讯软件，咁啊可能就总之就唔妥呢个朱伯克。好，哎呀，可惜俾得太大力啦，啊，咩 X64 唔系 X64，个咩 X Core 就系咁咯，呢单新闻就系咁啊，就系话佢就系唔妥人，就好似叫人哋 delete Facebook 啊嗰啲咁样咯，你点睇？你哋中意 WhatsApp 定系用 Facebook？有人唔系传闻啦，佢话 Facebook 股价暴跌，有人话咩泄漏咗5000几个咩私隐资料啊，系啊系啊，都有呢单新闻啊，系啊，有人话系丑闻嚟啊，呢个 Facebook 嗰个丑闻啊，就话咩泄露咗好多呢啲资讯嘅。WhatsApp 嗰个好似都佢嗰个主席都有讲嘅，佢就话咩佢话咩 WhatsApp 系坚持唔好去卖嗰啲个人资料嘅，我但系 Facebook 即系自从入收购咗之后，就似乎有呢啲咁样嘅嘢咯，吓、啊、想卖嗰啲资料嗰啲咯。哦，所以我咪成日叫你唔好用 WhatsApp 咯，你成日讲到话 WhatsApp 好啊 ，WhatsApp 好啊，有 WhatsApp 的孩子像个宝啊，点点点。我之前啊，好耐之前啊。已经成日话 WhatsApp 唔好用噶、啊，点点点话一个唔好嘅软件，个个啦啊好正喎、啊，好用噶、啊，好用噶、啊，好用噶、啊，啊咩方便点点点，结果点啊吓、啊、又一印证啦、啊，我都话用其他，我就话呢个唔好啊，系嘛，我系同你咁讲过，美国都冇人用 WhatsApp 嘅，美国佢哋用咩咧？美国佢哋最中意用 IG。成日用 IG 啊倾偈，佢哋又唔用咩，亦都 Facebook 都少用，就系用 IG 佢就话啊，我 I 你如果同人哋攞联络方法，佢就俾 IG 好顶落去啦，可惜啊，冇办法顶到。哦，有人话咩公司逼你用 WhatsApp， 咁啊冇计嘅，公司逼。但系我之前佢点样逼你啊？即系佢话啊，你一定要用 WhatsApp， 如果唔系通讯唔到。炒你鱿鱼啊，嗰啲咁样啊，呢啲冇得逼噶，你系用 email 啦。唔该，我话你哋最中意用嗰啲用英文喺度 send 鸡肠 email， 继续用英文啦。啊，呢啲个人自由冇得逼噶啊！你话我唔中意，喂，黐线嘅。佢话打份工，即系嗰啲雇佣合约必须员工。员工必须装 WhatsApp 嗰啲咁样咩啊？啊！好、哦，啱啱争少少啊！嗰下攻势迪基亚应该直接掹落去，唔应该再俾啊！多啲射，有信心啲。佢俾落去啊，唔俾啊！哇，好彩啫！哇，小心啊！
好嚟啦，又话咩美国人系用 Snapchat 咧？我唔知道，我冇见过，我冇见到人哋用 Snapchat 喎。佢哋问我攞联络都系攞 IG， 唔系问我攞 Snapchat。啊，我唔知啊，但系我见到我喺奥斯丁见到嘅就唔系叫我攞呢啲，哇！就冇人用 Facebook 嘅，吓、啊？你点睇？咩明显唔想俾你？佢问我攞啊，大佬啊，你 IG 系乜啊？佢就系话 What is your IG Instagram？ 佢系咁样问我，喂，唔系我问佢嘅，系佢吓，哦，佢想哇，黐线有冇咁准啊？因为 I G 唔系即时通讯，佢咪一样搞得 send message， 佢就系咁样攞嚟当，就系咁样用咯，吓。好，呢个就系咁样咯，就系有呢啲咁嘅丑闻。你哋点睇啊？你哋个以前好多人赞 WhatsApp 嘅，有咩睇法啊？对于之前我好耐以前喺度讲话 WhatsApp 有啲咩唔好啊，嗰啲成之后系咁闹我，结果而家 WhatsApp 有丑闻嘅时候，你哋点睇？请问啊，你哋点睇啊？有咩明系你叫我唔好用啊？黐线，我成日话啦，又嗰阵时话 WhatsApp 有啲咩 backup 劲烦啊，嗰啲有啲。咩压到个位爆晒嗰阵时已经开始讲啦，话黐孖筋，哇黐线系咁样困极都仲有。唔用 WhatsApp 用飞鸽传输好啊，可以啊，我鼓励啊，用飞鸽传输都好啊，有咩问题啊？好啊，用飞鸽传输仲正。啊，养下白鸽，大家多啲爱心，正到抽筋啦、啊！好啊，可以啊，用飞鸽传输啊，好、啊，可惜啊，冇办法攞到啊，诶、欸，有机会啊，好靓啊呢下，逼臭晒啊呢下，俾落去劲过沙维嗰啲俾波，好嚟点啊？想转边？可惜啊！呢下俾人睇通嗰路数。而家你哋最兴用咩？有好多人讲嘅，话咧，即系早排又嗰啲 Facebook post， 有啲人讲话咩老，而家老嘢先要用 Facebook， 咩而家后生仔啊用咩？用咩 IG、Snapchat 啊 ？Snapchat 同 IG 嘅分别系啲咩啊？嗰、那個分別有冇人知道 ？IG 有啲功能係學 Snapchat 啊嘛，咩咩嗰啲，唔係嗰啲咩 story 啊 ？IG 咪有啲 story， 有啲人就話其實係跟 Snapchat 嘅，就係之前 Snapchat 就好興，有啲嘢咧就擺一陣就會自己消失，唔係永久咁樣咯、啊，但我覺得呢個功能其實人哋而家你一擺上網，啲人就中意 cap 低你啊，即係咩可能即刻。咩截取熒幕啊！即刻 cap screen， 咁已經係即刻截取咗你，即係呢個消失嗰個作用其實不大咯，因為好多嘢你一擺咗上網啊，人哋已經有留底啊，好多時就我嘅感覺係咁樣咯。點解你哋中意擺一陣就即刻冇咗？你哋覺得呢個功能過癮啊？如果係咁，你又唔想佢即係長時間，你咁你不如唔好擺。点解呢个功能会成为 Snapchat 嘅吸引力或者 IG 吸引力，即系令到咁多人中意用 IG、Snapchat？ 点解啊？吓？点解？点解？有咩？有咩？我喺我眼中，我就系咁嘅睇法咯。我就话，超你一摆咗上去就人。根本人哋就會留底啦，消唔咩消咩唔消失。如果你想佢消失，不如你自己中意咪洗咗佢咯，或者点样都可以啊，吓、啊，或者你想佢消失就不如唔好摆，即系咁样就最安全嘅。即系你嗰种话啊，佢消失摆一阵就消失，好安全，其实一啲都唔安全咯，已经周街都知，长通街啦，早就系嘛，你试下影一张。
你试下唔着衫影张相摆落 IG story 啊，一阵间嘅啫，咪最多留一日嘅啫，冇人知嘅。你睇下会点啊吓？第二日即刻个同个仔喺度传嚟传去，跟住你话：诶，点解你哋有呢张相噶？点解嘅？我明明 set 咗一日啫喎，点解嘅？点解嘅？啊，呢、這个呢个道理我又系唔系好明嘅，即系我想知道个原因咯。即系我认为呢个功能性啊，喺功能性嘅层面上。射靓波啊，射得好啊，一有机会射中笼都系好。第一射啊，唔好俾上去。哎呀，可惜啊，侧角度照 ban 啊，呢啲冇所谓啊。你点睇？你有几耐人会好似我啱啱咁啊 ？set 啲裸照，影啲裸照，跟住又、啊、好似咁样摆 IG story， 你哋系咪会咁样做？好安全噶，好安全噶、啊。你点睇？吓，系咪先？因为咩有人会介意自己 profile 有啲唔靓嘅嘢，所以咧摆嗰啲 IG story 咧，即系如果唔即系一阵间就消失，就唔会喺度。你可以铲噶嘛，你唔靓你咪铲咗佢咯，系嘛？唔靓嘅嘢你摆嚟做咩？咁你梗系摆啲靓嘅嘢啦，你梗系摆啲自己靓相落去。啊！呢张相样衰，我摆上去咩？哎，整死整丑我自己先。你拣咗靓相摆啊嘛，大佬啊，点会咁样啊？咩有人话咩唔好影人 IG 啊 ？IG 有程式知道人哋影，我知啊。咩？如果你 cap screen， 即系咧，你例如话我而家 upload 嗰张图，跟住咧，如果人哋咧就即系嗰啲咩即时消失啦，嗰啲咩 story。跟住咧，我 up 完啦，跟住咧，如果你走去 cap 低咗咧，我就会收到通知，陈仔已 cap 低了达哥的图，吓咁又点啫？知道又点啫？我 cap 咗图已 cap， 唔通你走去打电话闹佢？喂，你 cap 我图，你黐线就系你人哋 cap 完照样 send 通街，佢话吹啊，咁你都冇计啦，咁又点？知道有咩用啊？系嘛？又你又冇得拉佢，又冇得禁止佢，拒绝。若若非佢话，哎，人哋已经 cap 紧你图了，你是否要拒绝？梗系你咁事，咁佢 cap 唔到就话啫。同埋而家呢个方法大把，攞另一部手机影你都得啦。佢咪攞另一部手机影呢部手机，你咪神做神不知鬼不觉咯，仲得啦，系嘛？啱唔啱？系咪先？所以我就觉得呢个功能呢就可能系娱乐性大啲咯，即系懒系嘢啊，可能啊得翻一个钟嘅几个钟冇得睇噶啦，快啲睇咁样叫做噱头嘢，但系实际功能性我就觉得唔大，啊，对于我呢啲看破了就觉得冇咩特别咯，你点睇？吓？你点睇？咩多谢达哥提供方法啊？提供咩方法？即系攞另一部相机影呢啲，一谂就谂到啦，系嘛？呢啲唔使提供啦，啊，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啦，辛苦各位队友。呢幅图咧由 Stephen 听兄弟所画嘅，请等等转过嚟先，请等等。
边位生日啊？边位生日啦？新点贤母生日快乐！有边位啊？张永富生日快乐！唐娜娜生日快乐！钟浩良生日快乐！仲有边位啊？谦哥生日快乐！许荣汉生日快乐，大家生日快乐啦！好啦，臭脚猎人，我哋又开始啊！我哋好快就去打机啦。寻晚已经玩到深夜，唔知几多点钟嘅时候咧，由于时间关系咧，就已经系储咗啲臭脚啊，同埋咧杀咗一啲无聊嘅龙嘅。如果你中意杀，你想睇我杀翻，我已经可以即刻开翻俾你，因为。好白痴，佢一定要喺度闻臭脚先可以杀嗰啲龙嘅。咁由于即系想加快进度啦，因为都有好多新 game 好 game 等紧我哋玩嘅，咁啊，所以又想加快进度，快啲 KO 完整咁样解决呢个 game 之后，就可以转游戏啦。啊，因为有始有终，一定系咁嘅。唔偷玩。就好似寻日咁揾成粒钟臭脚，你哋又喺度狂嘈，有一玩摸你哋睇闻晒臭脚，又话偷玩，为你哋好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啊，闻臭脚我自己都觉得系厌恶性工作啊！我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我都唔想你喺度睇我闻臭脚啊！你个好好睇啊！啊！呃咧，就算你话好睇，睇反应都知咩事啊！好睇啊，好睇啊！大家一齐闻臭脚，根本都唔系嗰回事。睇下先啊，而家种下嘢先，领取收获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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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住又委托。睇下有啲咩要委托，蜂蜜冰冷菇啊！而家有时要攞啲去咗一个新嘅地图咧，好白痴，有好多熔岩，跟住有好多熔岩，你要点搞啊？你就要饮啲冰冻饮品，如果唔系咧就会燥热得滞。你当嗰啲系凉茶，你喺熔岩地区饮碗凉茶咧就唔会扣血，又唔会燥热扣血嗰啲咁样咯，啊！睇下先，而家整少少兵器先啦，好嘛？叮叮叮。